有很多人都说芭芭拉是队伍中的内鬼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六名的时候，芭芭拉处于后台时，自己的角色倒下后会立刻满血复活，这是除了满面七七外另外一个可以复活角色的命座。而且芭芭拉是满血复活哟。再看这免费白嫖的皮肤，一个字儿香就完了，管他什么内不内鬼的呢。而且今天7月5号是芭芭拉的生日哟，还没有嫖到这款皮肤的宝贝们可要抓紧了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祝芭芭拉生日快乐吧，打起精神来哟。吃五鱼肉。